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那么一连几集呢，师父在告诉我们说，人之所以会苦，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不了解生命是无常的，不了解色即是空。那么如果说缘起性空的话，那为什么还有因果的概念呢？也就是说缘起性空跟佛法里面所说的因果概念是不是互相违背抵触的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您告诉我们说是缘起性空哈，那么既然缘起性空，那为什么还有因果呢？应该要讲到缘，仅仅是缘的话呢，不可能成为一桩事的，叫因缘，因缘啊，有因有缘，有一个主要的条件叫做因，然后许多许多的附带的条件叫做缘，这个因缘配合起来呀，就产生一桩事实，这个事实叫做结果。我们任何一桩事，任何一个现象啊，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呢又配合着次要的其他的许多的条件，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一桩事实，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一次这个大法鼓也是这个样啊。是比如说我自己想要提供这么一个节目，这我以我来讲是我的，是我是因的啊。然后呢因为陈小姐，因为有华师，因为呀有我们的制作人这个赵大生菩萨等等哈，这些人集合起来凑合来，就变成了一个大法鼓的节目，就完成了，这个就变成果了。那我这是第一个，这一个因，可是呢也不一定我是第一个因，因为台湾这个社会需要像大法鼓这么个节目，这个整个的台湾社会就是一个因，我们大家来制作提供这么一个大法鼓的节目，大法鼓节目就是变成一个果，我们许多许多的人就是变成缘了，所以因缘这个所成的东西，它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个果虽然是有，但是果是不断的在变的，果也会变，果从有变成没有，所以也是性空，也是啊没有自性，这个就是从因加上缘变成果，这个果的位到了果的位置上，结果也是暂时的，不是啊永恒的，所以是呢不是不变的，所以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东西都是这样子，一切现象没有一个不变的道理，我们这个中国儒家讲，这个易经讲啊，是这个讲易变变变啊，易就是变，易就是变嘛，容易的易就是变的，这个变而生，生生不移，就是因为变变不移的关系。那因此呢，比如说这个我们讲64卦，那个卦也是在变的，生克生灭是相同的，这个五行也是啊，彼此呢有生有克，互相生克，这个是因缘法。所以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啊，都是从因缘法产生的现象，我们叫做果，因缘果。不过我们佛法讲的因果啊，是讲的众因众缘彼此互为因缘，互为因缘而产生有种种的现象的结果。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大法鼓可以把我当成这个主要的因，也可以把它当成整个的社会当成第一个因，或者是主要的因，那我们呢彼此互相作为解释成为缘的。可是呢另外一种宗教认为啊，最早是一个上帝创造宇宙的，最后都要回归到上帝的唯一的上帝去身边去，或者是唯一的上帝那边去，
这个就是啊，开始只有一个，最终也只有一个，这个唯一的神呢就变成了唯一的因，又叫做这个第一的因，或者是叫唯一的因。这个跟佛教的因果观念不一样，佛教的因果观念一定是配合因缘的，这个其他的宗教啊，就是一神教，就唯一神教呢，它没有讲因缘观念，这是神主宰一切。那我们一般的讲的说啊，这个我们这个社会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或者是呢大家共同所造的业，而有了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果啊。那这个呢就是说共同的努力也好，共同造的业也好，这个有就是说互为因缘的关系，是互为因缘而产生的结果，互为因缘而产生的什么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就是佛教里面的因缘观，也可以说就是佛教的因果观。因果观不能够离开因缘，离开因缘而谈因果啊，这个因果就变成了非常死的，好像种豆子，种豆得豆，是那种豆子就能得豆吗？不一定啊，要看因缘呢。种瓜就得瓜，不一定啊，要看因缘呢。是，比如说种豆子，如果没有阳光、空气、水，没有肥料，没有人工，这个没有天时，没有地理，没有土壤，没有水，那这个豆子种在沙漠里头，它不可能未必会得豆，不可能变成豆子。或者是遇到大风、遇到大雨，连这个水灾、这个旱灾，那个豆子也不会变成豆子。种豆也不一定豆啊，得豆啊。所以这个都是要靠因缘的，有因加缘才能够啊产生的结果的。这个因果观念跟因缘的观念呢，一定配合起来，叫做因缘果。是果也是由因缘凑合成功，因为果是由因缘凑合成功的，所以这个果是自性是空的。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因缘和因果的观念？对，如果真正正确的讲佛法，一定是讲因果讲因缘。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在下一集里面呢，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因缘和因果的观念，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